北部的这个 VIP 的专区。那第一个入口还有第二个入口，在奥运会的时候它是媒体专用的通道，第三个也是我们一会儿将要进入的是这个 VIP 的专用通道，最前方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那边的位置啊，还有一个入口，那个是奥运会的时候运动员的专用通道区域。在我们各位来宾们的右手方向呢，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建筑物，上面写着国家体育馆。2008年的奥运会的赛事期间呢，它是用于蹦床、竞技体操还有手球的比赛项目。那在它的身旁呢，还有一个建筑，形状非常的独特，有一点像咱们家里面用的电脑的硬盘啊。这个建筑呢叫做数字北京大厦，它的作用呢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呢起到了一个中心区的信号联络，把所有的信号呢全都可以转发出去这样的一个作用啊。